媳妇儿，自从咱俩冷战，我都好几天没吃着正经饭了。把你那饺子给我吃两个吧。媳妇儿，看你最近生气，脸色不好，这是我昨天特意给你买的一箱燕窝，快尝尝吧。咋的啊？知道主动说话了？明天我再给你买点别的，你尝尝。来，我给你打开。哎，给你尝尝。